Hello， 大家好，我是 Ines 梁乐贤，我是排球运动员、马拉松业余选手、模特儿兼且是健身室创办人。我自小咧就好中意打排球，咁毕咗业之后咧，我就做模特儿啦，同时兼顾马拉松嘅比赛，再加埋考教练牌嘅，仲好彩咁样咧，创立咗我梦寐以求属于自己嘅健身室。我认为及早规划人生同埋掌握理财技巧，绝对可以帮助发展长远嘅计划。只要多发掘、多尝试、多听意见，我相信每一位青少年都可以好似我咁样揾到自己合适嘅发展路向。我祝每一位同建未来嘅参加者喺呢三年入面都可以同你嘅有思义工紧密合作，同建每一位嘅未来。加油啊！